下面这位要说的啊，安全意识就特别强。前两天一早凌晨4点，有名男子报警了，说自己的女朋友在安徽的一列火车上被人跟踪了，现在呢，女朋友失联了，希望火车上的乘警呢，赶紧到女朋友所在的车厢里帮忙找找看。这可是大事儿啊！接到报警之后，乘警立即寻找，结果呢，发现该男子的女朋友正在铺上呼呼大睡呢。乘警叫醒他，问他有没有被人跟踪啊，遇没遇到危险呀？这个女孩说了啊，说刚上车的时候确实发现有个人很可疑，后来啊那个人下车走了，再后来呢自己就睡着了，可能是跟她男朋友聊微信聊的啊，聊着聊着就睡着了，男朋友那边呢没得到回复，以为女朋友发生了危险了才报的警，这事算是虚惊一场。